来了解它要怎么跳。然后同接时下在来摇就是动就要凭静感觉止。了。No，跳不出去，完了，我卡关了，我卡关了，我卡啊！关我了。刚差一点，哎，这我多中了一个间，跳关的了。哎，对，你可以跳了。哟 中间都没得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我的觉得屏幕这还没读关出来呀，想似办有法不蹊啊？跷，似有蹊跷，什么似有蹊蹊跷？跷，就是它有时候关卡会有一点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果然有蹊跷，走这里就对了，直接就可以过了。它有时候就是要找，哎，那没有这个过吗？为左什么？边边呢？那不是水吗？啊，撞死啊！哦，是啊，啊，我撞到旁边了，怎么说？它有时候关卡，你只要找到一个方这个法，太难了就可以吧！很简单的过关，好不好？你要努力的寻找。你已经过第四关了哦，啊，对啊，哎，我这我个还卡在第四我关。会看到云朵，超难的，你都还可以，你把云朵关掉啊！没空啊。差了几秒钟啊！蛋仓，我哦，让你们都还可以获得，哎，获得 finisher，获得第九名，啊，真要关云朵了。我又可以跳关了。细节，云块是不是？云块要改成关闭还是什么？对，关闭呀、还是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就差个水性能滴，优先之类的？没有云最关快，闭吧。好，关。啊，其他要关哦，吗？像我到是水底树了，啊、天空啊、Koye 也可以 Block 关啊。啊。你想关的话是可以的。哦，好哦，那就我看这个这里啊，DC 怎么踢人？叭叭叭叭叭，大家再见。我有看到那个拒绝收音，你嘿 加油好吗？有啦，我有到第三关啦。加油！我要来花真本领喽！好，哼，没有云朵，世界看得更加的彻底，直接看到了什么？胜利方什么程牌式。底？你说什我刚卡 ID 么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等一下跟着我走，前提是你跟得上我的这个像风一般的速度，咻，直接看到正确的路，好不好？那眼好。睛豁然开朗啊！刚刚简直就像是有没有戴眼镜一样，看得五煞煞，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了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我会赢的，好，赢，是吗？赢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因为我是 High Chocolate。哎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真准备个水片呢、啊？哎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好了，我真的要获胜了。你看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幽默感。人家总是说我们华人比较少幽默感，哎，还好我非常幽默。李 璇，可不可以啊？我已经到第三关喽。我没有在开玩我笑刚刚哦。差一格，那在开玩笑哦，我在第三关喽，我要到第四关好，喽。哦，而且我这跳下去还要先来显示方块呢。我的也还在是读啊。地图。有，哇，这里很多人跟我一样快。我下去啊！哎呦，我下来了。最后一关，这一关，你怎么那么快？因为我我才刚是过去。High Chocolate，不行啊，他那个。图没有读出来，太过分了！哎，哇塞，你怎么会？哎呦！脚怎么碰到了？哎呦，过啊！我原本可以第三的，我的差一下面点一片点。空白呀、啊，根本看不见是哪里有水呀、啊。第四，小强，小强，是不是显示调低一点反而比较容易显示出来啊？我现在才调了13、14而已，可是我还不是这样读不出来。那调个16好了，它比较慢显示出来啊。这样真的对我不优，不优。那、啊、你在哪里？口业我 bug，在，这是第四关吧？口业 bug，这第一关哎、欸，啊，这没不叫是第二关？这？那你还说第四？啊，就倒数啊，他不是从5开始吗？嗯哼，嗯哼。
哇，你的数学好不一样哦！第五关、第四好抽关，象啊，所以没我事。刚刚才过了第一关而已，我只过了第一关就获胜了，哇哇！没有了，我看错了的。你的数学好特哇，别太厉害了！啊！地板能害我？有问题吗你？你为什么这一关可以玩这么多次我啊？不这么知好道，玩是不是？那中是蛮间这好么玩的，简单的啾蛮缤纷下的。来，看来这关对于一拳来说是最佳关卡，让他一玩再玩。只剩四位玩家还在努力了，你就是其中一个，希望你可以好好加油。我的对，这是走中间，我的显示还是会有点慢呢，我的也是啊。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透世界，比较可惜一点。哎呀，也是噔我的。噔噔噔噔，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完赛，好吗？我努力。努力，你要说你要做对，需到。要常常移到5号啊。我可能需要常常移到我道具的第五个啊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完不用不赛。用，那你不用很长，因为那个异常顶多用个两次吧，因为它晚很久很久才会有。哎呦，我们投3号，它居然有4个红红的关卡，哎，开始了。红也灯有不是比哎，较难大家不吗？是选那个没有红色比较简单啊？耶！红色3倍快，3倍快的通关速度啊！耶！哎我从呀，这里开始哦。啊，不然呢？哎，奇怪，怎么在看不外到？面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当我看到了之后，我就不会再错过。左边比较好，还是右边比较好啊？不是，他胜利要走去哪？我看不懂他的地狱门。还跑酷哎、欸，喂！他跳下去之后还要跑酷，也太可爱了。我以前好像玩过那关，对那个跑酷有印象。我觉得我连第一小喂，关都过不去。我也有点过不去、欸。我现在整个已经过到第三关而已。哎、欸，哇塞，这关有难哦，有难哦，有难哦，有过过要过看过，着大家往下走。哦，六六六。而且我都没有看到其他玩家哎、欸，莫非我是 Number One？还是我前面还有人？等一下，我看不到没有，哦，你在可这能里。把你的那个莱姆绿关掉了。是哦，那你，哎，可恶可恶！我懂。他让我跳关哎，卡我时不间。懂，我不懂，他应该不难啊？为什么？我的眼睛哦，哦，这个地方。我看懂了，我真的看懂了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哎咻！第一门在这里，哇哇哇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说我把大家都关掉是不是？对。真的假的？那我有一个好奇心，希望你可以为我解惑一下。就是现在啊，那个第一名的 ID 叫做什么啊？还有缺口点。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！而且我刚刚差点就被追过了，第四关摔太多了，那玻我璃，猜那第二关过不去呀、我玻璃关卡眼睛超残，这关又啊。那难哪个关吗？你卡就眼睛中都间一惨直呐、啊？咻咻咻咻咻，就到了，我就超不会操作这种东西的、不是中间几乎不用动，中间对，不要动不用动，他都可以让我跳了，傻眼。不用动我就，不用动我就撞死在橘色上啊！你跳关跳啊跳啊！好的好的，跳的跳的，哎呦，这关啊、哦，这关你就过不了这了。关哦有阿娘我有，这关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过，我真觉得你的、哦？就已经赢得了这场比赛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嗯，因为这关还剩1分钟哎，是有哎呦！点难。哈哈哈！那你过看看啊，你就不要用第五个物品来过。1分钟，我记得他好像是卡1分钟就会有第五个物品，就可以跳真的关，吗？好像是1分钟。我可以放弃吗？嗯，你不行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吗？啊？来不及了，啊！你现在只能不我断不能的在那跳。欣赏大家的头啊，吗？不行，啊！你都没有放弃你的人生了，对不对？比起你的人生，这个算是小意思啦。好难哦！
你有没有按住加速然后跳啊？要按加速啊？会有差，在空中的时候，真的真的，哇，你好快！哎，真的真的，可以跳吗？啊？他叫我跳，跟我可以跳吗？不行啊！啊，好啦。嗯，你刚刚不是说一分钟哎、欸，一分多钟哎、欸，绰绰有余啊，一拳绰绰有余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绰绰有余是不是？可能100分钟比较够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拿第一名有难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真的是有一点帅啊！哎，你还想玩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哎，想办法，靠自己。努力的完赛好不好？人生但求完赛。你今天不完赛，我们就玩，就一直玩下去了，不玩别的了。啊。嗯。这是不是游戏也没有很多啦，就大概5000种。那5000种。你没有完赛，我们就一直玩这种。啊。这样对我来说太困难了。来喽来喽，这关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了，有一个 feel， 有一个 feel， 我刚开场就 feel 哎、欸，有个 feel， 偷偷观察一下地图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他好坏哦，小坏坏，小坏坏，这里还要移动，我以为不用，他要慢慢往前，可恶，暂且落后，没关系。马上追回来，追追追，追追追追追，行不行？不行。第一关你跳下去，它之后还要往前哦。是哦。对的，这关要端哟、哎、上来，小 case。好好好，这样应该有一点速度了。哦，这关怎么那么简单？第一门在这啊，冠军选手还没出现，还有希望。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！哇，这关，这关，这关有难吗？哎、欸，有、欸、冠军选手的名字又是他，欸、怎么快就结束了？那个人怎么一直结束完赛啊？哦，原来那个人就是我哈、啊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 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啊！太浮夸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边边好像比较快。哇哦，我到下面了，要走边边哦。哎呦哎呦哎，你完成一关了，你靠自己完成一关了，感动哦！行行行行行，第二关，这关我的图又读不出来了。那没关系，你跳了几次，这关很简单啊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大家。这关你只要通的啊，没有这关你只要一开始不要移动太多，它的那个玻璃不多，然后等到我怎么一直踩到。哎呀，你跳跳跳，有没有这边？你看这里的玻璃、哎、这么少，玻璃你也撞掉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可能脚比较大只，哎呦！不是不是，是肚子。往中间看呢、啊，往中间看，对啊，你看这里玻璃不多，然后再切中间。可是我下面完全都是一片空白呀、啊！你的地图也读得太烂了吧？真的，我下面它那个是月亮还是太阳啊？月亮、太阳，我看见水了，不是那是星星。哦，你说一片空白，我也看也是一片空白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一片空白吗？因为你还离太远了、啊。我可以跳关吗？你靠近一点就会显示出来啊，但一片空白啊。有了有了，可是我到上面去的时候又一片空白了。啊，对啊，因为距离太远啊，你看，你看远方，难道你看看透一切吗？麦克能不能调垂直视角？那个？难道你在那个海平面上看过？